好，董玉居，掌声欢迎。啊，因为婆阿虾熟悉虾啦，你知道，今天我们特别将他邀请莅临现场，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我们这个二水乡公所特别安排这样子的一个人物可以出现在现场。所以各位朋友们，不管你是来自哪里，你的热情还有你的声音，希望都可以借给主持人点而我哦。来欢迎我们这一号重量级的唱将。好，事不宜迟 ，Ladies and Gentlemen。再次借用各位的双手，让我们热情的掌声来欢迎台语歌手董玉居，掌声欢迎！还有，你们好，嗨，大家好，我是董玉居，为各位带来第一首歌曲《爱的表示》。自从我识识了你，你就是我的唯一。对你到老，我要完你。谢谢，看到你们。打理了爱情，需要勇气。问东问西问你，想你你。为你春风默默泡你。
甘甜。我觉得听那个董玉君唱歌，有一种好像那种大准备出杠的那种包覆性，就是声音很温暖，然后你会觉得很想要被他吸引住，然后跟着他一起往前的感觉。有吗？有吗？你们觉得有吗？我觉得有哎，有的话来个掌声，因为因为声线不一样，一听我就觉得非常的明显，而且平常时大家拢是伫个电视顶管那里看到你，其实我们董玉君呢，在今年2022年又出了这个新专辑，他刚刚也唱的这一首，也是他的新专辑《爱老虎油》当中的歌曲，对不对？是这张专辑是刚好有邀请到我们的金曲歌王翁立友立友哥。那立友哥听说都常常跟您表演啊，对对对，我觉得希望以后你们也可以带着我啊。好，我下次遇到他，我跟他提一下。是，太开心了。我今天改一共哦。然后改一叫我就好了。那今天你做欢喜哦，刚来你家出关好难受，我后边又听。那当然了，这个时候我想借由点儿，对，帮我邀请十位哦，十位孩子哦，十位好朋友，因为我想要问他们今天是哪里。的草地音乐会，十位、啊、是怎样有礼物是不是？上来，阿姨亲一下，结果都没有人要送礼盒哎，很爱盒哎，很爱盒，十位真的是。假设您身高180，您也要说您是孩子，啊、我也认了、哦，但是真的没办法亲。好，我们找出十位好朋友，来有没有想要上台的？上台可以跟董玉君一起拍照，没关系，直接出来了，直接出来，今天很难得。我跟你讲，很少看到这么亲切的艺人，而且人家又这么大牌。对，我跟你讲，他很亲切，他真的很亲切。有没有想要来到舞台上挑战的？没关系，让大家看看你们今天有多么的开心。狼来得贺来演唱，还带这个爬出来了，哎呦，拍谁了？来，我邀请现场的朋友，有没有粉丝朋友还是很喜欢我们董玉君的？来，我们直接上台好不好？来，直接上台，直接上来。的活动一定是要站走的啦！谢谢，来，这个要来有没有粉丝朋友？小心妹妹，小心妹妹，这个太兴奋了，来，不痛，乖，来。来可以上来，没关系。来大朋友也可以，门拍谁？你只要是粉丝都可以，让大朋友拍谁起来。来，门拍谁啦？那这是大概两位同乐哎，我们来欢迎。我们就十位好朋友啊，不到十位怎么办？1、2、3、4、5、6、7、8、9，还有两位。来垫，来，我们往后退。来，小朋友，我们往后退。小心，我们往后退一点。哇，那我们只有一个问题而已。好，只有一个问题，这么简单。8、9，来，小朋友可以上台。妹妹来，再一位，大朋友，我们拍写这个机会难得，来欢迎、欢迎，敲崩啊，好，没关系，那这个先来的，那你先上来，没关系。他好棒哦，他主动伸出手，然后，哎呦，你好棒哦，谢谢，你认识的吗？小心，来，可以一起上来，来一起上来，手的话我们就送海报啦，这样好不好？你们是认识的吗？你们认识吗？好，认识了。小心啊！好了，啊，那马给，我们超出小朋友了。这样不够，要把那个，我现在要再开回高雄一趟，不然来不及呢、啊。好，我们这么多可爱的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对，小朋友来呀、啊，大朋友一起，我们的那个妹妹弟弟们，请问今天是哪里办的活动？两个字，叫做一起说。一起大声说，今天是哪里的草地音乐会？二水，有空就来一个掌声。不错，大家嘴巴都有张开。我们跟下面的哥哥姐姐、爸爸妈妈还有长辈们挥挥手好吗？笑一下自己啊！来，这个给你。送个见面礼给大家，因为有限，所以我们就是现场就是邀请热情的朋友。我们可能来不够，对不对？不够怎么办？马丁啊，不然送海报买单。对，你们来到我们这个偶像，亲手送的东西给华体呀。你跟谁是一起来的？啊，我们两个一组就。好，哇，那没关系，他可以合照，我们可以合照。你有没有带手机来？我们可以自拍，好不好？来，好不好？来，这个给您，谢谢。海报。啊，妹没有拿到的，来，这位弟弟没有拿到的。好可爱哦，这个画面。不要介意好吗？小朋友怎么这么诚实？阿姨，再回开回高
雄再来一趟，我就是介意。那你先拿这个，等一下阿姨再给你，这样好不好？好吗？挥挥手嘞，挥手，孩子就是很可爱。好，谢谢。我们合影一张好不好？来，我们现场有没有摄影朋友们，来帮我们合影一张，帮我们合影一张。对啊，这个画面很可爱，你知道我们要照顾所有的年龄层的朋友，来看前方，一二三，来啊，靠近一点。那就帮我们标签一下，帮我们 hashtag 一下董玉君，然后他就会在这个限动或是您的 Facebook 上有看到这个照片。谢谢，谢谢你们，谢谢，对，谢谢。好可爱的舞台上的所有的朋友，谢谢你们。那你等一下阿姨演唱完，你再来找一下阿姨好吗？不然阿姨好难过，阿姨看你不讲话，阿姨也好害怕。她可能本来就比较害羞。我还跟她开玩笑。好，来来下去，来，我们现在小区哈，家里还有啊、哦，谢谢你们啊，谢谢。一个可爱的这个装饰爱心，谢谢，谢谢你们，谢谢。来，小心哦，小心。啊，谢谢。啊，真的非常谢谢我们董玉君今天哦来切瓜还带这个伴手礼，对我们那个明年二水乡公所再请董玉君来，还会多带一点的。哇，接下来我们还有几首歌曲要带给大家，对不对？大概500多首，500多首。哎，我们刚刚跟小朋友一起拍照啊，其实这个大家一起坐在这边很轻松，这样听你唱歌，我们是不是先来个一张合影？你觉得呢？好吧我们先来一张合影好了，然后合影结束之后，我们再一起来这个持续带来好声音的时间。好，谢谢。好，现场朋友，今天非常开心可以邀请董玉君莅临现场哦，在这边想要有请我们的艺人跟我们现场所有朋友一起来进行个大合影。好，麻烦大家，谢谢，来双手举高，我们一起来进行合影好吗？对对，来，我们去看前方镜头，来问一下大家哈，来双手举高，一二三，大声说耶好不好？因为耶就是这种很 happy 的感觉。好，准备好，来，一二三，耶！没有入镜，好可惜啊！没关系，没关系，我拍给大家看。好，接下来也太可爱了吧，耶、yeah! ！要摆 pose 给大家看。好，一样有请我们的这个台语歌手董玉君，持续我们带来好声音，谢谢，谢谢。那接下来呢？虽然我知道很多孩子可能没有就是听过我的歌，但是应该一些就是可能就是把年轻朋友。给长辈啊，爸爸妈妈看八点档的话，应该都有听到我的一些作品。那我现在要唱的这首是点唱的歌曲，然后是我出道的第一首主打歌《一张被》，献给大家，谢谢，谢谢。
刚才的猫猫的跑啊虾。那 Soloki 呢，我要为各位带来一首比较温馨一点的歌曲，叫做《豆上的卡达家》。这个时候送个海报给大家好吗？好，那我穿高跟鞋，不然需要的朋友我们到台前来好不好？老师请下歌，谢谢。如果想要合照也可以。的专辑来的一个叫豆上海卡达恰，接下来为各位带来一首陪我看日出，谢谢。还有没有拍到照的也可以啊，哈，您call我，我随时就下来了。Yeah.
今天非。